炎魔幻石龙，猛力不酷噬性，我见机用，一蹴为就。快来击毙！应天急降，电气炎魔悄悄夺断温红性命，温红又动机交，突击满料直播。温红。红魂短命，先过温红，你是连灰也熬不出的。这死的忠勇也不差，只是留住，这真是料想不到的一手。莫扎水鬼，你将我不满意，我就要你人头对地。我料准转局，却老输掉。温红，在西江流之时，需要文忠家人还住老牌玻璃。现在，你何有忠家人？你的修顿还珠楼，咦，修银美妙，你的高安是还珠楼的规矩与作风，无人何立场。水气，当你的靠山拢离你之气，你要能玩什么把戏？总惊人背弃我，温红毫无怨言。不过别离小兄，切莫忘却你日尚有一口刀。温红所言甚是，暗杀手作战，拢是在刀口营生。现在只剩中原的苏阳门玻璃这个叛徒，真是使人感动的古村。仁义之士才会得天疼惜，本流主听到你的废话了，敲碎你神骨良术，化在你导航我西剑流，树立全息明目吧。关键果真是绝对的武力，苏阳门不欠。卖酒水，切记红魂杯冰人贴。但巧，这局你还未胜，是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功名逐鹿尽未定。未修菩提不修尘，求诸青山无别岸，朝秦秀恶数十世。玄武威胁，奇武缺失，出土以来屡败西剑流的不世之人神谷文宏，最深一丢的名人之见，却成最难解的最后一击，就此魂断天温山。温红，温红啊！